那突然呢，拍着拍着，他那个碗那个法器一打开以后，没多久就听到旁边有人在吼，大吼大叫，大吼大叫，我都听到，我就奇怪，谁在那吼，谁在叫。百万网红草爷日前到台中友人庙会活动拍片，却遇上了诡异事件。一名平时个性温和的友人，疑似被外灵附身，整个人失控抓狂，大吼大叫，最后出动三四名壮汉才成功压制。整起事件引发外界轩然大波，草爷接受访问，还原事发经过。那天呢，是我一个好朋友的这个绕境，就周年的绕庆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就是热闹嘛，那个绕境就是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扫街，就是扫掉不好的，以民俗程度来讲，就是一个扫掉不好的东西嘛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入庙的时候很热闹，在入庙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在我旁边跟我说："旁边今天有抓到五个，有两个比较好的就把它放了，那还有三个不好的，他们要当场要夜审音，那我有没有兴趣去拍？"那我就想说："哎呦，夜审音这么神秘的仪式，那我们也看不到嘛，也不了解嘛，不然什么，不然来看一下，拍一下好了。"哎，OK，就到了现场。那我后面才知道说为什么一定要在当天就直接夜审掉，因为毕竟那个来的是这个高雄的朋友嘛。五福大帝他们还有八家将是高雄的朋友嘛？那他们带回去也不是，那就五福大帝就降价指示，就说直接在现场就夜神一把他们省掉。那个时候就一大堆人聚在那里，有一个法器，就是两个碗合在一起，然后里面就是装，就可能就是三个不好的好兄弟啦。就八家将其实就是还代驾挤在那边，就准备要开那个法器，就把那个好兄弟放出来，就是要审。那当下呢，那个时候就有人在喊，要开之前就大家都在喊说，会怕的不要看或者是离开。我就跟我的友人说，我们大家要小心一点，假设说今天能够拍到一些比较特别的画面，那其实也算是值回票价嘛，因为毕竟当一个 YouTuber 就是要的就是一个精彩的画面嘛。然后我就拿着我的手机走去旁边，想说我换一个角度去拍，然后我就拜托那个友人帮我拍嘛。那突然呢，拍着拍着，他那个碗那个法器一打开以后，没多久就听到旁边有人在吼，大吼大叫，大吼大叫，我都听到，我就奇怪谁在那吼，谁在那叫。结果那个人呢又跑过来跟我说："草爷，旁边有人刷掉，你要不要去拍？"我说："哦，有人刷掉，拍啊，一定要拍嘛，不能把画面给漏掉嘛。"手机一打开，怎么是我的朋友？然后就是接下来大家看到的那些画面。我看到他第一刻就是画面上的，就是这边吼啊，那边叫啊，然后讲我哇弯呐，我有冤屈啊，然后后面又讲说，把搞到 UFO 屌就把我拉好。这个事后其实有问过他，他说他当下就很像是那个意识啊，他自己的意识一直被模糊，慢慢模糊，然后一直被挤兑到很后面的感觉。他感觉自己意识要消掉，他很害怕，他感觉到好像自己要消失了，要被抽离掉，他好像不能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，所以他很害怕。画面里面他喊了一句叫"搞一伙屌"，就是把我拉住，拜托，那种是一种求救信号。对，我事后才了解是这样子。我这个人是很 TT 的，以前看到会觉得，干嘛？不认识的你会觉得在干嘛？很莫名其妙啊。可是今天是你朋友发生，你会觉得哇，他不可能是装的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他没那么大的力量，没那么大的胆量去做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。他那个感觉就是换了一个人，然后压不住他，要么很多人把他压着，因为怕他踢笑，不是说他真的疯掉，可能乱攻击啊，还是乱吼，就是控制不住。我后面也才知道，原来说为什么很多机身在办事的时候旁边都要有架着，怕他攻击机身啊，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啊。攻击我是没有了，但骂是有了。那个骂其实我觉得是害怕，因为他当下是。人是这样哦，当你遇到一个极度恐怖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想留在那里。我觉得那个是跟第六感差不多，就像你喜欢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可能遇到一个人生一个分岔路好了，你会觉得选择想往左走或者是往右走，那你一定是选择，你的直觉就是想，可能就是你的磁场靠近这个地方。那他当下可能就是在他的现场，他觉得很害怕，很不舒服，然后就跟我讲说，我要赶快走，我要走，感觉到。舒服，非常的不舒服。然后他急啊，我那时候就拜托我一个朋友说，不然你先送他回去。然后他就急了，不行，不然我自己叫车走。他就骂了一些脏话。那其实我觉得不是骂我啦，
那可能是一个情绪的宣泄。妙方哦，这个就悬了哦。妙方不是后面有出现画面上有出现一个机身在帮他就处理吗？对，他其实当下就处理干净了，只是他就像一个便利商店，就是一大堆人会想进去，因为他身体可能梦程度是他可能那个体质，我不了解，我只能用我理解的方式来理解。它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进来的便利商店，这个形容很贴切。然后他就会觉得，哦，我不想要这样，我很不舒服，我不喜欢这样。那当下是他们已经妙方有帮他，就是现场已经收掉处理干净了，可是他身体就变成像是便利商店一样的，所以他才会很不舒服。那我后面我也是因为经历过这件事情，我才了解，我那个友人他说他当下是觉得全身是冰冻住了，就整个他不能动，他只剩下意识在那边痛，就是身体自主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。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机身降价会拿那么多香在人家身上画是另外一个层面，他突然就觉得很温暖的一道感觉，有人在他身上就是给他温暖。反正他画到哪里，他感觉他身体冰冻的地方就慢慢散开来了。这是他解释给我听，然后我用我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是有这种功能的。所以我现在的我就是，你说 TT 吗？还是会想要亲眼所见，可是很多事情就是真的是宁可信其有了。他能这么巨细迷离的说出诊断他发生的事情的过程，甚至哦，他感觉他的身体是怎么样，我就觉得。真的还是要有一些敬畏的心啊。